裁判抓了一个推人，这样的话陈英俊示范了。哇，因为这个犯规看起来，哇，还再追加了一个踢啊。啊！因为这个技术犯规的话，就是陈英俊个人的第五次犯规了。必须啊，必须啊！这是FIFA规则。是。哇！突然之间，陈英俊被吹了下去。哇哇哇哇哇！这个中华队亏惨。陈英俊刚才的阻挡被抓一个犯规之后，又领到了一个技术犯规，因为是FIFA的规则，这个技术犯规算在。